长贵啊，啊，好了，那我这就过去。你着啥急呀？啊，你先把帘子拉开，慢慢拉啊，一点一点拉。玩情感呢？王云，怎么是你呢？王云来哪呢？王云，啊？你不王云？啥眼神？这半年不见，怎么还认不出来了呢？那我们家大脚呢？我不大脚吗？你看看这眉眼儿。要我说，岁月就好比一把杀猪刀。真害人呐！啥样？长贵儿啊，你看我漂亮吗？漂亮。带劲不？带劲。你看我还胖不？胖。就不能说点我爱听的？你骨瘦如柴。你过来，你看着我眼睛，你闻，我香不？呛人。咋还呛人呢？人我喷的花露水。哎呀，我一着急一激动，我喷错了，怎么空气清新剂呢？眼睛没事吧？你当事人都没咋地，我还能怎么的？讨厌！看我水灵不？解渴。知道我用的是啥护肤品吗？温蒂泉。啊，一号水吗？我估计这一号比一号少一点都泡不了你。傻，我又不是古汉女尸，泡我的。那啥，长贵啊，你现在知道啥是真正的女人了不？啊？真正的女人就是对男人下手要狠一点。啊？算你狠。说的那叫啥话呀？傻样，一点情调都没有呢。行了，别愣着了，进来吧。谁呀？就你呢。干啥去啊？叫你，我叫他干啥呀？进来。他脸也够长的，还非得我吗？你。进来。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电话响的也不是你。你能不能不接呀？响了你还不接，你还等？你把电池偷了。接着风。明儿再说吧，要不你疯，赶紧疯，快点疯啊！疯。风萧萧。不让你把电池抠了吗？抠了它也响，这就该着啊，这玩意儿。哎呀妈！我电话。大脚啊。给我送一瓶酱油啊！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刚要忙，等忙完了再给你送酱油。
进屋。咋还不进去呢？我怕他还响。还想啥呀？电话线都让我拔了，快进屋。